Lora.穿上。头发不能散着。我自己可以。这里没有镜子。所以，我们到底要干嘛？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抖一抖，抖，学着点。学霸就是学霸，打扮都学这么快。你打菜的天赋也不一般。我们到底来食堂干嘛？找人。找人？阿姨，给我多来几块肉。阿姨？肉，阿姨。没有十年的脑血栓，抖不出来这手法。同学想吃什么？